大家好，欢迎回来 Storytime with Jing。 今天我们会读 Today I Will Fly by Mo Williams。 我们开始吧。你是谁呀？可以介绍一下吗？我是 Octopus， 我妈妈在这儿。你说。你好。我是一只小章鱼，这是我的妈妈。我们开始吧。今天我会飞，作者 Mo Williams。 小猪和小象坐在这里。咦，小猪好像突然有了一个好办法。小猪说，今天我会飞。小猪会飞吗？小猪会飞吗？小猪不会。小猪不会飞呀。大象说，不，你今天不会飞的。小猪，你怎么说我不可以飞呢？你明天也不会飞的。你下一个星期也不会飞的。大象又说。你觉得小猪会听他的话吗？会。你永远都不会飞，大象说。小猪说，我可以试一试呀。再见，拜拜。大象说，哦。大象不相信，大象不相信小猪会飞。大象大声地说，你不会飞起来的。为什么他老是说？大象又说，他不会飞的。飞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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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，小猪要飞。飞飞飞飞，大象说，你需要帮忙吗？需不需要帮忙呀？谢谢，我真的需要帮忙。我会找人来帮我。他真的会有吗？真的有人会来帮小猪吗？哇哇哇哇！一只恶狗，这只狗好凶啊，在追小猪。这个狗是来帮他的吗？哇哇哇哇！汪汪汪！哦，小猪真的飞起来了呀！看来这个狗真的帮到小猪了。我做到了，我真的飞起来了。小猪说。谢谢你的帮忙。又说，你那不是飞。小猪又说，我真的飞起来了。小猪说，你只是跳了一下，你没有飞起来。我只是跳了一下。跳下来了。虽然只是跳了一下，但是我跳得很远呀，小猪说。大象说，你确实跳得很远，但是你没有飞呀。小猪说，没关系，我再来试一次。再来试一次，加油。我去吃午饭了。大象走了，小猪说，再见。飞飞飞，小猪又开始练习了。呜，哎呀，摔倒了。你看，这是谁呀？这个鸟说，你需要帮忙吗？是的，我需要帮忙。
我真的需要帮忙，小猪说。你会帮我吗？我会的，我会帮你的。谢谢，小猪说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小猪真的飞起来了！哇，小猪真的飞起来了耶，不敢相信呢。你真的飞起来了！大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你今天飞起来了。小猪好开心呐！我的朋友会飞，它飞起来了。小象也很替小猪开心呢。我没有在飞，小猪说。它明明是在飞呀。它怎么说自己没有在飞呢？你没有在飞，只是有人在帮我呢。你看，这只鸟在帮小猪呢。谢谢你的帮忙，再见。小猪很开心地看着小象。明天我也会飞，大象说。小猪说，祝你好运哦。Good luck， 祝你好运。哇，小象真的飞起来了。Today I will fly by Mo Williams。今天我会飞。